本来都不好意思让我进门，现在却好意思劝我喝酒。你偷摸给杯换了？我没有啊。这个是粉色的，那是黑色的，两个型都不一样，换没换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你最开始用的粉色的这个杯。没有，真没有。你当我喝多了？你咋不信我呢？你好好看看，记错了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个粉色的就是你。你不信你看，上面还有口红印呢。有啊。对啊。啊。那这个现在也有了，怎么办？那就先不喝了呗。嫌弃我？跟嫌不嫌弃没有关系。我来电话了。前男友。那你直接挂了。没有，挂了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这现在打着电话呢。对呀，啊，继续喝呀。这不太好吧？那有啥不好的？他愿意给我打，那就让他停一会儿呗。挂了，逗你玩的。啊，吓死我了！你直接给他挂了，对啊，接都没接是吧？我看见他，我就给挂了。接他干啥呀？都前男友了。给我吓得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你想啥呢？啊？你想啥呢？没事。